这个翻花舞袖与前面的同名式子稍有不同。前一个式子是旋转跳跃180度，这个式子只是从左侧跳跃至右侧，双手在身前转一个力圈后击发下砍。注意，腾空落地以后是一个斜马步中定。 40，严守红锤。此式与前面的严守红锤不同的地方是，此式要求在跳起时前后腿调换位置，其他的要领都与前式一样。 41，伏虎。伏虎，顾名思义，是左手按着虎相虎头，举右拳向下打。这是不做具体要求，就是要注意重心要放在右腿，式子要大一点，保持式子的中正。 42，抹玫红。做抹玫红动作时，右掌先做一个旋转圈，然后转到耳根下有一个停顿，随后像向前扔东西一样，手向前甩出，在手出去的同时，身体也随之带过去。 并转身，这个式子是典型的以手带身的式子，这叫手到、身到、步法到。这是抹眉见红，就是掌随着自己的眼眉出去，在窜跃、跳跃时迅速打击对方面部。 43，右黄龙三角水。做黄龙三角水时，要注意腿与手协调，手与足协调，并且要注意左右的旋腰。合的时候向左旋腰，开的时候向右旋腰。 还要注意旋臂的舒展和圆活性，动作不要太小了。我们看上去是在练单式动作，实际上是在行气。这里面还有肩和手腕的旋转和开合。右手向左旋转时为合，向右为开，形成一个圈。 这个动作做的舒展圆活了，里面的气力也同样舒展圆活了。44，左黄龙三角水。 左右黄龙三角水动作要求一样，都要注意手、腿、足的协调，腰的左右旋转，肩和手腕的旋转，以及旋臂的舒展和圆活性。当自己单独练时，还要注意手与脚合，脚与手合。
另外还有单一种练法，脚和手同步时也还有其他相反的练习。45，左蹬一根。46，右蹬一根。蹬一根时，腿不要伸得太长、太高了。这不像唱戏的或者练其他拳的，追求腿的高度和好看。咱们这个腿是侧身踹，不要直身踹。侧身踹有躲闪的能力，踹时高度不要超过肋，低不要超过膝盖，还要注意要与手相合。手和拳合时，腿也要合。手和拳开时，腿要蹬出，这是此事的要求。右蹬一根和左蹬一根要求是一样的，只是动作和出脚稍有不同。47，海底翻花。这个式子与前一个海底翻花动作要求一样，注意起腿时站立要稳，做翻花动作时要有煞腰挂肘的力量。48，严守红锤。此事基本上是在重复前面的动作，要求也与前面的动作一样。49，扫堂腿。扫堂腿又叫转镜炮，此事有两种练法，一种是光扫左腿，另一种是先扫左腿再扫右腿。在真正用时，扫左腿不太科学，因为左腿扫时往往用自己的迎面骨来扫对方，这样很容易伤自己的腿。后腿扫时是用自己后腿的踝部、后跟部和腿肚子来扫，这样扫不容易伤自己的腿。练习时，左腿上部是一个虚晃，趁对方往后一撤，紧跟着一个后扫，使对方防不胜防。有这么两点考虑，练这个式子，年轻人可以扫得低点儿，老的同志就不要扫得太低了，圈要画得圆一点。在扫左腿时，重要的是要用左拳带动扫左腿，而在扫后腿时要注意用肘带，这是一个要求。50，严守红锤。此式的练习要求
与前面的岩手红锤一样，只是增加了一个转身跳跃动作。51，左冲。在做左冲右冲动作时，注意两拳是配合双腿和身体的动作做前冲动作的。前冲时，脚要有个踏力，然后往前跨半步，右脚带左脚或左脚带右脚，在带的同时往前冲。注意左脚在前时，左拳长一点，右脚在前时，右拳长一点，两拳基本上相平，只是前后位置不一样，不像别的拳式，一拳位置在上，一拳在下。52，右冲。做左右冲的动作时，注意拳要与胸部平，不要太高了。有很多人拳冲得挺高，这样把自己的左右肋都亮出来了，不利于保护肋。冲的时候要护肋，同时拳还要长出去，双拳与背要有对拉的力，拳向前打，背向后坠力，不能形成一个死块，这样就没有中定了。53，倒叉。倒叉动作突出了肩靠，倒叉的同时有一个身法的斜开，左右手一个斜开，突出左胸，然后上右部打一个盖炮，拳击里叫上勾拳，而后一个踏步，走出一个肩靠。有一句话叫腹劲儿一靠破铜墙，实际一靠上部中还藏有撩阴炮、肘、肩、连环脚等各种攻击手法。54，海底翻花。此式与前面的式子相同，不再重复。55，岩手红锤。岩手红锤动作与前面的海底翻花接岩手红锤动作完全一样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。56，夺二红。57，夺二红。2，做转身夺二红动作时，要注意踏步，注意在打拳的同时转身要圆，还要注意以拳带身，拳到身到，动作要协调起来，不要形成脱节。夺二红就是一个夺劲儿，一个冲劲儿，
这也是用丹田的鼓荡力来带动全身。58，连环炮。做连环炮动作时，注意两手臂要放长，在别的拳中，这叫同臂手，手长一寸，力大十分。你手伸短了，够不着对方，而对方就够着你了。这里有一个伸筋拔骨的意思。我在学习时，老师就强调，要把筋放长，不要缩手缩脚，因为太极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长拳，不是短拳。但是它不是少林划拳类的长拳，而是把身手放长的长拳，长才有弹簧力，短了不行。所以说，一身背武功，练就弹簧力，天下谁能敌？59，玉女穿梭。玉女穿梭与连环炮动作紧密相接，注意以手带身，以拳带动身体旋转跳跃，并且要注意转身的中定。60，回头当门炮。做回头当门炮时，要注意两拳位置是一拳在上，一拳在下，一拳不能高于自己眼睛的下部，另一拳在眼睛下部心窝、嘴、喉咙处。61，玉女穿梭。62，回头当门炮。这里的玉女穿梭和回头当门炮是前面动作的重复，动作要求完全一样。63，撇身锤。此式与前面的同名式的动作要求一样，注意动作的舒展，胸部的开合和动作中隐藏的后肩靠。64，傲卵肘。做傲卵肘动作时，注意转身换步时要协调，打肘时要打出整劲儿来。傲卵肘打完了以后，接着走一个顺劲儿，穿肘。65，顺卵肘。
顺轮肘是两手两肘向左右后方45度打出，不能打平了，成为一字肘。66，穿心肘。打穿心肘时，注意右肘是打在自己身体的斜上方，同时脚下是铲步跟进。67，窝里炮。窝里炮是一个拳位置在前，一个拳在左肋，但是随着身子的前后移动，双拳又要有伸缩性。为什么叫窝里炮呢？因为拳在藏着呢，只要你一动我右拳，我左拳就出去了。它有一个惯例，要是都出去就没有惯例了。68，颈揽直入。此式与前面第10式颈揽直入要求一样，在转身打肘时要注意中定，不要光注意打肘，自己站都站不住了。69，风扫梅花。此式与前面第11式风扫梅花要求一样，旋转时注意要圆，要中定，要舒展大方。70，金刚倒对。此式与前面第12式金刚倒对要求一样，要注意阵脚松气，手与脚的节拍一致。71，收势。从起势的无极开始，生太极，开始练拳。练完拳以后，又气沉丹田，回到无极，合在太极。班主任，对班了，有板有拉啊。
坐这以后呢，你看，你打来我就坐这儿是吧？你说捏我这脚，拿我这手，啪！不，你随便别上，你不是坐着。哎，这样，我呢，上场这儿来，啪！哎，这时候是方便后边，对吧？这时候给你手打开，因为呢，我一再拿你手，你不让那，你把我的在这儿是吧？我说哎，手这儿，是不是？你拉着我了。我这一上步呢，嗯，这打开了，这打开如果有后边还有人来，后边给打开一手，这没有就啪，这啪，这练的时候啊，就是一来，啪，这动作，这是个脱手动作。来这就是那个六号，就是这个一扫就行了。打，这一来，啊，要是不抓也可以抓，不抓一下就一打，啪，这打的，那么这里是拉法子，这是胸的，啊，你走这儿一下，这还有一个送，这是不是立完了吗？这用的时候还有一个送，哗，把一送，把他的拐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一个送，为什么他出那么多啊？因为这是半人腿呢，他不得不出这，不能这么着啊，他不出去这么多，他摔倒了就。这就是在手，就抓住我手了。这就是在这一晃，哗，这样，一晃，是吧？啪，这下打了这，就是一个铲腕。我往这窜，我就往这窜，但是我全往这打，你看啊，不要动，不要害怕，你看，是吧？打胸口一圈，这样你再往这动，再打我，就是一活，好，就压住了，但是就继续打我的，是吧？
那我一摸一手，蹭一坐，哎，这我就过去了。我说你不要跑，你看他做一个动作啥的，唰，就在这儿了，是吧？坐案子，这一走呢，咱别动啊！这一走，我一哇，被你连起来，唰，啊，被连起来，啪就断了。这不用了。是不是啊？
这火料是火不烂日了，料这些的，就是这个后来叫做土鸡冠，早期养土鸡冠啊。你看这我这车都装着了，装了吧？是吧？不要不要，再挂。这是撑的，互相撑的。啊，还有这样，你看扎后进，你看，哇，这种，哎呀，是啊，这是这种扎后进的，这咋塞进去？看着吧，在这儿吧，你追着我了啊！哈哈，这是挺大的，这没转圈儿，来、啊。我打你，哎，我打你来吧，你看吧，这在这儿，这是假的，啊，是吧？这是不就冲的吗？哎，这为什么冲的？哎，这一看见，啪，过了一打。
Thank you.